how this project X started. 在几年前吧，在一个饭局，我忽然间听见一个企业家在中东发生的一些事情，真是，我说，哎，这个故事很好哎，那当然不能全拍了，我得把他一些真实的故事拿过来，我再叫我的团队去改编那个故事。完了之后，我就跟唐德他们讲啊，我们自己要来那边，他说这个可以发展下去。好了，我们就一直，他说四年前的事情，好像我多少年前跟保利的人吃一个饭局就讲十二生肖，哎呀，我们的头就怎么给买？大哥，你应该想个故事，我就想出个十二生肖。我通常我的很多故事都是用一些真实的去改编，完了之后成型了，我也通过了，找了导演了，导演在介绍专心了，当然有几个人选，我说他现在是在合理活就是最热的，而且形象跟我两个很不同，那就会变成很好玩，那就是这么形成的。我同意，很好故事，故事很好，my struggle a little bit easier. I read the story and loved the story.And asked to be a part of it, and it just so happened that timing was perfect, and maybe Jackie Chan could use someone like me, and I had the opportunity, so I'm very, very grateful to be a part of it. So right now you're one of the rising stars in Hollywood because you're a former WWE champion. How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restling and acting? In WWE, the live performance is very different.Because the audience controls the action, and in cinema is very different because the actor, director, producer, editor control the action for the audience's enjoyment. So WWE is much more spontaneous, much more improvisational, whereas a movie is much more meticulous and the story is much more precise. 因为过程蛮简单的，那他们的过程有多难我不知道。啊，起码就是我们这边有挑了几个，他们选，我们的团队他说这个，但是这个是最红的，而且呢，人好，很 easy to work。我说我最喜欢这些，我不希望有一些很那种很就是很大牌啊那些很麻烦。我试过很多有些麻烦的，到了后面呢，都不是为了拍电影。就好像就是快点拍完一部电影就算了，我们是要拍这么多年来我要拍一部好电影。 I just say I'm not making a movie, I want to make a good movie. There's so many people just make a good movie. Yeah, movie, we make a movie, finish, done. No, 我这么多年来我是要拍好电影，所以我才能存活到今天。我记住这个宗旨，我常常教一些新人，我说你们不是拍电影，不是拍个电视剧，你们要做一个好的电视剧、好的产品、好的电影，你才能变成一个百年企业。就是我这是我一个宗旨，就是这样。今年非常的辛苦，你看今年这样算下又有三四个电影了。然后你每时候，这个现在怎么让自己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其实你们都觉得我很辛苦，这个对我来讲，这么多年来我就是每天在做的事情啊。现在在拍戏的，现在还有两个镜头，今天在上海的部分就杀青了，我就赶来这边把镜头分好了，怎么拍怎么走，演员怎么摆，知道了吗？因为这些团队都是我信任的，我就来这边了。晚上杀青宴，明天录歌，我的唱片还没完成，还有歌要去录，还要做 promotion， 后天就飞布拉格，先去做筹集外景，完了另外的团队早上开完外景，晚上跟我开这部戏的动作场面，要把他们分镜头怎么去拍，因为都是很大的东西。那如果你说我去看完外景之后就回到酒店，我就会这样子，我干什么，我就会，但现在有这么多工作呢，我习惯了，我就很开心，晚上我还要招呼他们，我还其实就这个招待会完了就完了，我说不行，你晚上要跟我吃饭，招待人很辛苦的，
但是我很喜欢做这种事情，因为一个东道主给他们感觉我们中国很好客，我们很好，就是我每人做一点的话，我们就会对我们中国的形象就会很好。嗯。It's fantastic, and it's amazing to be so far from my home, but to feel at home. And as Jackie said, I think, or from what I could understand, it is great to work with good people, and we are very blessed to do what we do because what we do is entertain, and entertaining is fun and enjoyable, and every day should be that. So I certainly share his sentiment on making a movie should be working with the right team.他一定会赢，他一定会赢。I said you. No. I said right now we do the real things. You win. But for the camera for the audience, probably you will stop there. Just make it even, 对不对？客气来讲，我一定输，对不对？你看体格磅数就不同，所以就是也是我。拍戏的一个难处，怎么样跟他对打，而合情合理。我不能跟他打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样的观众，对不对？我要怎么样合情合理，而是那种环境戏环境的喜剧，不是做那种，不是做那种，就是怎么样可以跟他对打，而且合理的。我现在刚刚一直在跟他想，secret。Secret weapon. Yeah. 我看到的一些这个影片的资料可能是错的，就是讲这个影片是讲中国人在中东帮助，就是相互帮助，然后逃出危机，可以这么理解。这个其实是跟简，我的东西都很简单。好像简单任务，我去跟一个俄罗斯的女孩子上飞机，上飞机完了我就任务完成了。我去度假拍拍照片，因为看那个女孩子就跟她跟，越跟越大。这个同样，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退伍的一个军人吧，做一个保安公司，就是保安几个人，就这样很简单的一样事情。结果是中间不简单，警察故事很简单的，我是保护一个证人。保护，我不希望太复杂。观众进来看见好人坏人，他是坏人，我是好人，在我眼中他是坏人，在他的眼中我是坏人，两个之后对立，到了后面去解决一个大的事情，而且是很大的，就是你哇，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个就好玩啊。当然有时候我们。剧本的出发点是什么出发点，我就是希望，我不希望一来就是个 superhero， 我来怎么就，我不要，我是一个很平民化的，他也是一个很 down to the earth 的一个兵，就两个都是不是 superhero。 我现在已经在导演了，今天两个镜头马上布拉格20天就杀青了，两年后可能一年半后跟大家见面，希望你们喜欢，但我不知道我拍的好不好，我去尝试，就是你不尝试你永远不知道，好像 foreigner， 哇我要做个老头子，好像 karate kid， 哇我已经是留胡子半，哎，给人家接受我更大胆的去尝试更大胆的东西，就到 foreigner。好，完了之后我一个拍一个文艺片，可能我要拍一个蒲松龄，哎，我没试过做一个捉妖的一个古装片，哎，也很好玩。到了这个 X Project， 变成一个军人在沙漠，就这个戏，我们四年前我们绝对不跟风的，我的戏从来不会跟风的，我的戏都是这样子。可能五年后你又看见我在拍一个叫做类似什么片子。我一步一步都一步排好的，我会学习我的中文，我认为在将来我的中文会越来越多好。哇，他也 And
it's no secret that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is enormous in China, and the cultures are a bit different, but that doesn't mean that we can't understand each other. Jackie was talking about the sentiment of love rather than hate, or inclusivity rather than exclusivity. I think this, for me, is a wonderful opportunity for that, to become accustomed to a new culture, to learn from so many great people, and to certainly make a great movie is our goal, but it will be a great experience for me as I'm going to live here in China and study under the greatest of all time.没有，我这么多年来只是觉得做我应该做的事情，不管香港以前的香港政府、现在的中国政府什么政策，其实我一直都在做，推广文化我一直在做，爱国爱港、爱中国我一直在做。作为一个骄傲的中国人，我一直在做。我从来没有说国家讲什么我做什么，没有。当国家没有"一带一路"丝绸之路，我已经在拍《天降雄狮》了。 对不对？以前我的那个保护文物没有设身消的时候，我已经拍，就是你的我的人出以前我做慈善也好，做很多是人家逼我去做，现在是我自愿去做很多事情。那做一个中国人，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情，那就很简单了。我今天拍这个电影有什么目的？我知道。 影响小孩子的坏的不能拍，代表中国的文化能拍，你就可以了。我会什么？我会中国功夫，我把中国功夫，把我的唐装，把所有中国的文化带出去，这就是我一个责任。他要把他自己文化带出去，他应该爱美国，我应该爱中国，日本人应该爱日本国，韩国人，每一个国人都应该这样子做，这就是自己。 所以在奥斯卡这么大的一个 stage 上面，我会讲，我以一个中国人为荣，真的，今天我太为我们中国人骄傲了。这两天在上一节，就是很多影视公司老板都谈到，就对于现在中国电影市场有些忧虑。我从来没忧虑过，你看我有没有忧虑过？我没有去跟风拍任何事情，最大的忧虑就是因为。 他们去跟风去拍事情，比方说现在红海完了之后有十部红海完了，那就好，这种系列就快完蛋了。以前我们香港电影同样发生的事情我不会再做，以前当我拍《醉拳》的时候有醉猫醉狗，你看都死掉了，我马上改去拍《警察故事》，我要跟人家不同。我拍《警察故事》，很多人就来了，《警察故事》是什么？我又不拍了。当人家全部拍的时候，我拍《醉拳2》。 我让你们追不上我，变成我的电影就会很跟人家不同。忧虑有是好的，这代表大家都想办法怎么去突破。没有忧虑，就惨了，啊，没有忧虑，他拍什么？像他现在用《甄嬛传》，我们拍《嬛嬛传》，我拍他拍《甄嬛传》，我这个上的行不行呢？你有忧虑。